等啊，来，我让妹子唱《盗心贼》啊，开始。来，把麦克风拿着，嘴离。喂喂喂，嘴离麦克。喂喂，哎呀，我操，嘴离麦克风五厘米啊。我看一下歌词，我眼睛。这儿有词儿。好着急哦。不要看别人来。你这首歌唱完了之后，我觉得我师傅唱歌还是唱得不错的，真的还他妈长人气了，给我气的。我说呀，你这首歌唱完了之后，我觉得一个月你还能收入20000，我觉得已经是还是可以的。而且就是说，能看你直播的基本上都是真爱一点毛病的。直播间的都是我的歌迷。我看出来了，看出来了啊！就是我听了你唱歌之后，我发现我师傅毕加索，谁他妈说我师傅唱歌唱得不好听，我搂死他个逼样子，操！